婆婆，你怎么又下地了？不是说好你今天过生日，我们要去逛街的嘛？生日有啥好过的？你们去逛吧。您说要柚子，我得给他送过去。妈，我来摘吧，您去跟珍珍逛街买套衣服去。是啊，婆婆走吧，今天我亲手做个蛋糕给你过生日。不要啦，过个生日而已，不要浪费。没事的嘛，花不了多少呀。走啦，婆婆，等一下阿雄会把柚子送过去的。好啦，林叔着急有，你摘完了马上就给他送过去。婆婆，我们要去逛街，你拿柚子给我干嘛？阿霞阿姨今天也过生日，拿几个柚子给她。哈，这么巧啊！阿霞，阿红，什么事？拿几个柚子给你尝尝，过生日干嘛哭哭啼啼的？走，我们逛街去。谢谢你，阿红，逛街我就不去了。今天也是你生日，你们去吧。阿霞阿姨，生日快乐！怎么今天过生日就你一个人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孩子啊？他回不来。啊，回不来？为什么？阿霞阿姨的儿子是个昆仑的边魂战士，在守护大家呢。哦，那不是好久才能回来一次？是啊，三年都没见到阿福了。现在通信这么发达，平时想他就给他打电话嘛。今天过生日，开心点嘛。他在大学山上，信号不好，只能他打给我，我找不到他。好啦，孩子在做有意义的事情，他也不想看到你这样。今天阿辉打电话给你了吗？没有，可能忘记今天我是女的。孩子有他的职责，这会估计在忙呢。可是我想他。阿霞阿姨，跟我们一起去逛逛吧，晚上给你们俩一起过生日。孩子困了会联系你的，别想了。好吧。你拿去试一下。这是什么衣服呀，一个洞，我穿起来像什么样子？我们去那边逛吧。阿火，你们先过去吧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们。好。林叔，又是送过来了。好好好，来。林叔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儿媳妇，这件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好看，就这件了。好。阿霞，你买这么多花生做什么？阿辉爱吃花生糖，上次寄的应该是我吧，再说接给他寄过去。阿霞姨，是花生糖块吗？是啊，阿辉可爱吃了。我也喜欢吃，能多做一点给我吗？可以啊。谢谢阿霞姨。你呀、啊、你看到什么都想吃，好吃嘛。阿霞，你陪我去前面再买点花生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做。好。婆婆，你太好了，那你们去做花生糖，我去做蛋糕。好。月光从夜空前行，朝一个方向飞行，不是一世最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没你。萤火虫飞向草坪，抖落光晕奔森林，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，将美好赠予你。你会长出羽翼，拥抱星河万里，将这世界温柔都尽收眼底。山河湖海溪流湍急不落倦意，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。你岁月更替，拥抱星河万里，是爱与被爱赋予你的权利。宇宙万物盎然，春意人间欢喜，是我偷偷的为你梦呓。婆婆，我们回来啦。回来了。阿雪，珍珍，你快尝尝我们做的花生糖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喜欢吃，下回再做给你们吃。好。妈，阿雪阿姨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这个蛋糕是我亲手做的，婆婆，阿霞阿姨，生日快乐！这个蛋糕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你们俩有戏了。必须的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又开始了，走，我们去换新衣服，过生日。
阿慧，妈，我刚换岗下来，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。生日快乐，妈！好，好，好，妈做了花生塔，明天再给你寄过去。谢谢妈，你上次寄的刚好要吃完了。不碍事，阿昏成今天也过生日，我跟他们一家人一起过呢。那就好，妈，儿子不孝，不能陪你一起过生日，希望你不要不开心。阿慧呀、啊，正是因为有你这样千千万万守在边间的战士，才有我们幸福的生活。你妈为你骄傲，她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是啊，妈开心着呢。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的，妈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辉哥，我们正准备吹蜡烛，一起唱胜利歌啊！好啊，那我来起个头。啊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婆婆，今年的沙滩区产量真好，红彤彤的一片真好看。今年天气好，大丰收了。妈，陈老板要的货够了，我跟珍珍送货去了。好，那你们路上慢点。嗯，走了。老人迟暮，十里梅香，秋日河边的芦苇荡漾。小城人群，珍珍，你大过年还在干活呀？是啊，小敏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刚回来啊。都过年了，你们还不休息，还在忙啊？是啊，还有好多橘子没摘完呢。珍珍，你今年在家黑了不少，你们可得好好保养啊。还好啊，干农活肯定会黑一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珍珍，你怎么身上一件首饰都没有啊？干活不方便，放在家里了。哦，不带也挺好的，你看我带这么多，挺累人的。阿兄啊，听说你今年搞个农场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刚开始嘛，慢慢来。你呢，今年怎么样？还行啊，也就几十个 W 而已啊。那挺好的，我这边赶着去镇上送货，一会我们再聊。那行，你们先忙，一会过来喝茶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嗯，才温柔容易偏执，爱人却爱一次。阿雄，这是这段时间的水果款给你。好，谢谢。瓜冬瓜蜜瓜，不爱我你是傻瓜。喂，小敏，珍珍，你从镇上回来了吗？还没回去，还在镇上。没有正好，你帮我带五斤五花肉回来。嗯，好。珍珍，谁的电话？小敏让我帮她带块猪肉回去。行，那你买了先回去，我这边还有事要忙。嗯，好。炊烟。老板，这个手镯能不能帮我置款年轻人的款式？好的，可以。这条挺好看的，帮我拿这条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五花肉一斤多少？一斤十三块。啊、哦，好，那你帮我称五斤。谢谢老板，给你转过去啦。老板，这个戒指帮我打包走啊。小敏，你要的五花肉我给你带回来了，一斤十三块，总共65。什么？十三块？我前两天买才10块，怎么到你这么贵？是啊，过年了，肯定会涨一点。你是不看我从外地回来的，让你买个楼都要赚我的钱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小敏，不要用你狭隘的眼光去看别人，你有钱是你的事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嫌贵，你自己去买啊。你。月光从夜空迁徙，朝一个方向聚集，俯视一世界里的光怪陆离，只是因为你。萤火虫飞向草坪，抖落光晕奔向你。我会画这场景如飞舞的铅笔，将美好赠予你。你会长出羽翼，拥抱星河万里，将这世间温柔都尽收眼底。山河湖海细流，湍急不落倦意，任你如风般自由栖息。你任岁月更替，拥抱
婆婆，阿雄吃饭了。来了。燕子，这个给你，别人有的你也要有。没关系的，你知道我又不在乎这些。没事了，一块带带，不然别人手上都有首饰，你都没。孩子们，这里有一条线，如果不允许你们用任何方式把它截断，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条线变得更短？就是因为有了这条更长的线，所以原来的这条线就被定义成了短。所以孩子们，幸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，自己喜欢的例子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儿媳妇，这条手链给你。婆婆，这是我一个手镯，放在那里也没有戴，我就拿过去换了一个新的给你。谢谢婆婆。阿雄，婆婆这个我就收下了，因为它意义不一样。你这个明天拿去退了吧，过年了还有好多地方需要开支呢。没关系，买都买了，那我给你戴上。好了，师傅。师傅。